村长吗？哎，对，我是高中村的村长。高中村的村长啊，你们这边现在缺什么物资？物资是需要你们，要物资上的话，像米的。米啊、哦，沙拉油了。沙拉油，嘿。还有像，市长日用品的。日用品啊、哦。像卫生纸啦。卫生纸。那个洗发精啦。洗发精。洗衣粉啦。洗衣粉。还有其他的日用品就对了。好、哦，那你们现在这边有水有电吗？这边是没有电，现在没有电。现在没有电了。现在没有电。现在没有电了。那你们现在这边村里？暂时就是用蜡烛。蜡烛哦。还是还要蜡烛。需要发电机吗？需要发电机。需要发电机哦。是这样子的哦，那我们有带一些物资过来要给你们哈、哦。哦，那谢谢你们这样的、哦。不会、啊，那关心所在地的灾民啊。哦，那你们这边会，村里这边有几个人？总数的话有近八百个人了。这里的已经几百多个人下去了。哦，下去了。剩下还有60多个人。60多个人、哎、好，谢谢哈，谢谢村长。